好，老师，我历史里记记啊。第一十，你可不要脑子一时发热呀，脑子一时发热，OK，脑子一时发热，是啥个嘞？一时的冲动，哎，他看那对嘛，我那都冲动片段嘞，我那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，没有经过路路，我那对查嘞，当时啊，现在啊，没路吧，无嘞。老张有点后悔，老张啊嘞，恁恁脑袋呀嘞不呢？说当时我喝了不少酒，哎呦啊嘞啊不呢？哎呀，你们那屋啊到来的嘞，听他说的那么可怜，都不要了。啊，老的拿起来刚不也卡在了，而且我的脑子一时发热就答应了他，啊不呢？有点徒步比罗嘞，都嘛古可以百米多嘞。父亲常常告诫我：“父亲啊，你那边真老古得里背你的，干什么事都得谨慎，怕漏漏得里连连漏不呢？想清楚了再做，对查身子阿比马漏，不要脑子发热，干啥事漏初步微弱不呢？你乌江江东东给啥的多么漏吧没的？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哈，打定主意是啥个嘞？下决心了，松片姐差比多比，决定了，松片比多比的。大牛已经打定主意，大牛个嘞，松片比多比不？那已经打定主意要去见一见兰兰，兰兰，我的吃老多比较对没不？他不想考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，对吧？也不想考虑，不想考虑什么？啊，没生啥节目吧？那都漏漏的，顶多啦，没顶多啦，说啥货都没生啥节目嘞。反正他今天晚上非见他一面不可，不论你你的都干，我那的你伢哦，都够啊，把人的切到对没不？我打定主意不告诉他这一切。我打定主意，我松片比多比，我这天嘛松片恰恰比多比，不告诉他这一切，度过第一呀，阿龙么表表无嘞，免得引起我们之间更大的不愉快，免得说阿龙么屁事也做罢了，引起说屁波澜。我说家里嘛，父母亲嘛的，么表兄弟刚来给啥人，么屁波澜这也做罢了。说话就批下来，说话就说啥干活嘞，马上。很快做某事，在前面路里面啥的，把那的苦苦露眉出来对白的。刘大妈对我们说：“刘大妈干的，把那头一溜啊，把那就那路标的的。晚饭说话就做好了，人家咋干的？苦呗，露露比罗妈的，你们就在我这儿吃吧。恁屋里俺也立马被杀来家吧肉，恁屋里俺立马被杀来家吧肉的。”到了他家，他不在，都因为要得看嘛的，都干么西不里的，他不在啊，不在说了。他爱人让我进屋等一会儿，都也爱人啊，在闹过嘞，他问比如看他上海呢，说他买烟去了，说比如嘞，我那都干的，心里多为的，不能说话就回来，苦味变喇叭里面好。可没人像你似的，连一条后路也不留，留后路出来干嘞？留一条退路，以防万一。留准欠他了，我那一条退路，退路出了就是，脑边来不转，那脑边受不转，哪里欠他给的？以防万一，万一说的好，我那么多的啥说的好，我干过也转罢了。他悄悄地在郊区买了一套房子，对吧？对对，一个地方，喏，郊区嘛，右边嘛，你都弄回来的，为的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哎，爬转的时候，多转不喏的后路里这股钱他给了不喏，那多啊买烂里这股不喏，边说啊买烂里这股钱他给了啊的。万一将来没有依靠，万一不喏给月。那干嘛不弄的？那干嘛没有了依靠？阿姑家是无所依呢，自己还有个地方住，哎，过嘛的吧嘞？你呀，你的你呀，你参加西大伯喏嘞？
我并没有把手头的钱全拿出来，就那玩意儿过了天也不三年，工人我透了吧？不会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合作不会太长久啊，所以个的呀，第一的都没有不帮上员木个。哎呀，你讲嘛没吧？无的，给自己留条后路是绝对必要的。果断的，那边内部把那两张的钱给了，搞着弄完过六二八，哎的，绝对必要的。你不怕单位领导对你有看法？对某人有看法，说啥嘎的？对某人我不满，我这边那边的有不同意见，没中意的，联系吧，哎的。我答应他，按他们的要求去做。我都格里贝来的，我答应按他们的要求去做。都也当手交的，但多了没手表格里贝来吧。哎的，尽管我心里对他们这么做有看法，那些天嘛，不能都是都漏打过，不能你们知道来呗不？但我只是个普通的职员，他比没的，我家里的又有大门职员里吧的，文章里的没有权利说不。部落没表内幕，那部落表的那么可以是吧？不的，在生活方式上或者处理问题上的，你他有帮咱吗？他们人他在哪里有偏心的看嘛的？我对母亲有一些看法，只能讲的就是没不嘛，奶奶明细的，不能你对你们读不不。但是这不影响我尊重他，他为咩大家不能就那度过，理解了我咯，那先撇些吧，不尊敬他就那度过，我孝敬他，孝敬谁呢？是地带的，不能地带母不嘛，然后嘞大家那先撇吧，不对，因为他已经是那样，反过来说咯，对啊，啊六片的预备里变了没有？不能如今说咯，我不可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，读的心里他那崩着呢。都也看有这点过嘞，只能讲，表面了不说嘛，偏内幕里的。好，一个人要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有条街嘞，这个路可能，把人前怕狼，膝盖嘞我们留脚没，后怕虎，脑浆热嘞，家务脚没手印嘞，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，怕漏满屁斗里的。好，表姐，那个有很多考虑和担心，有很多考虑啊，所以有很多顾虑，太对咱家里面积系列和担心。表姐，谁不搬家？太对身上家里面积系列，说的这一辈的。三嫂说道：“三嫂啊，表爸嘞嘞，干什么事都会有危险，爬爬楼楼的，俺也是嘛为例的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应该要加一条皮皮了，老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哪行啊？哇，太身上底下太多多不安说，哎，没说你不露皮嘛嘞嘞。”他想到那些无名的英雄，对啊的，啊的那个无名不能。那么革命不出他的英雄，我那都也讲那个，身上没得干嘛的，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，这种咩咩啊，我那里没有受过教育，是别人没得不得，积了多少个努力吧的，他们为国家牺牲了生命，多个男人对。大哥，送了客家的，大哥是另一个家的，不能。可是有知识的人，他们没，人家在这努力加油的，像他自己都没有不能，这个地表的路都没有不，反倒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不论你不能，都要叫到表面的呢，不能活的脚底下的身上不能，没有。的不敢勇往直前，不敢随么路也不能勇往直前，就是得得细细的细骨，没大也吧不嘞。我一直想问个究竟，啊，这青龙没不能心心念念没见你给啊的，问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露屁渣来说到心心念念没的啊，问个究竟是，还可说，比如表露亚的嘞，看个究竟，知道个究竟。就比如嘞，东路亚吧嘞嘞，妈妈看出他们夫妻俩神色有点不对，妈妈嘎嘞看出，看出所以。
တိသွားတယ်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ကြီးလိုက်တာနဲ့တိသွားတယ်အဲ့သူတို့လင်မယားနှစ်ယောက်က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ပုံစံကတိတ်မမှန်ကြဘူး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မူမမှန်ဘူးချိုင်းရှောင်လျာတော့ဤတင်းနောက်တော့ပြည့်နေကိုချိုင်းရှောင်ဆိုသူစဉ်းစားထားတာ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မှန်းထားတာတေချာပေါ့ဒီနှစ်ယောက်က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နောက်တော့ပြည့်နေပြည့်နေဆိုတခုခု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ဖြစ်လို့ပဲနေမှာပါတဲ့ခေါ်ရင်းချက်ပူဆိုဒါပေမဲ့သူကမပြောတော့တဲ့自己也不好直接问个究竟ကွာလေပေါ့နော်ဒီတရက်ကြီးမေးလို့တော့လေမသိတော်ဘူးလေတဲ့看到这神奇的一幕，第神奇不呢？突然啊，我也讲的的 things 给我们来呀的看嘛的，观众们都忍不住想要问个究竟啊！的 breathe 的呀不？那么奥乃梅呢？巴掌嘞，说的好，第一讲没进来的的，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不怕烈火？被 blue in 阿嘎咩不？那度过的边缘的迷雾，没照起来嘞的。花园里的人也都听见了秀云那声可怕的尖叫。你前那样留意不？那半年那样留意公农啊嘞不？那的秀云也就是要搞那苏苏沃沃奥丹乌家来家的，都跑过来看个究竟。那你阿龙啊别拉比了，看个究竟，把皮打来，说不就垃圾吧嘞的。你那个工作挺有油水的，好有油水说啦嘎的。对自己有好处，或者刚就是的有利可图，有利所刚就是的可图所就是没有满足啊，没有满足啊，刚就的事业是因有油水，表面是背包式的沙哑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不呢？他盼着大哥赶快当官，他盼着。都啊嘞，苗栗那边嘞嘞，大哥大哥噶嘞，的赶快当官，当官说了的，压住自己不喏，要不都啊，就那个苗栗那边嘞嘞，也快快给自己弄个有油水的工作，哎，不要不喏，过着嘞不喏，奶奶抢嘞六个嘞不喏，奶奶拉咋哩讲，六个不喏，有水的工作哩，六百步转，都啊，苗栗那边不喏。他笑着说：“读噶的，一笔都表白的的，穷只有一个好处，新爷那噶的刚就苦为系的的，那就是不用怕小偷的窟里有叫小奴隶的。多年来，我们这儿没丢过东西。那帮米阿说，我那这老女的家给俺都死嘛，把这死嘛不要哭，因为小偷知道，把皮肉来说了，小偷啊地里的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油水，俺都死嘛。”爸妈路唱唱嘞嘞也不唱也不说啦，爸妈没学过嘞嘞，表姐呢？俺都是嘛也是呀，爸妈没学过说啦，我的嘞嘞。好，多少人都到处找门路，想挤进去呢？找门路说啦嘎嘞，找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或途径啊，能达到目的，医院结果要难的，你来咱们某些途径拦江湖下啦吧嘞。有一阵，有一阵子，哎，这卡龙啊，不能，北京因为缺少教师，要从外地调人。北京嘛，是呀，六二年的江木路的，要外地啊，边啊你，不能，查地大干你，查你的姑啊你，查你的啊你，是呀，你靠呀的，不能。一些妻子在外地当教师的，就拼命找我找门路啊。一些妻子，我说你也去，不能的。外地嘛，是呀，弄你的，是你出个，哎，拼命找门路，你俩下不了不，那人家下不了，把家小都接来了，过一马心里的不，那眼里的不是口里的把哭了，等他知道了，都地的亲妈的已经完了，那么家多把逼的，他没说。他说他也没办法，都要表嘞，都那么大难，我都买了你那么辛苦呢，实在太想出国了。燕我出国经历了嘞的，找了这么多年才找到这么一个门路。他老那帮伢子傻傻傻傻逼妈的，天天来留下路对的嘞，再不出去啊，他不要，没脱不水呢嘞，他就只有在国内当一辈子的教书匠了，对吧？
နိုင်ငံတွင်းမှာပဲတစ်သက်လုံးစတင်တာစတင်တဲ့သူအဖြစ်နေနေပဲတဲ့လို့ရတော့မှာပေါ့တဲ့好，第十是，一上班就撒一群俩一伙的凑在一起嘀嘀咕咕。好，撒一群俩一伙是哪嘎的？一些人分别聚在一起，就是撸啊撸啊，不喏，滴加滴加，簌拥簌拥都尼啊，不要啦吧的。 下课铃声一响，哎，掌声靠拢拖来打呢，不能一响拖来打呢。学生们撒一群俩一伙的向操场跑去，哎，叫哪里啊？不能东要的追，西要的追呢？不能啊，罢了。向操场跑去，操场屋的边多家伙，哎的，操场上顿时一片欢笑声。操场不嘛，他看哪堆嘛呗，一模的呢。 变得多嘞，不呢？村子里的人来了，远的呀，路的，那边的，可他们并不围过来，他们都是里嘎的，围过来，围过来，所以，啊，反正，外屋来，他们都是里嘎的，外屋来吧，屋的，只是站在远处，远处嘛呗，站，站，所以眼里比较的，撒一群俩一伙的都要的追，啊，反正那要的追呢，不呢？ 低声交谈着，嘟嘟嘟嘟呢，表述你家吧，哎的，好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好，比喻议论邻里之间的事，议论随表述你家的，不能的，随谬的，家里嘛给啥个，或者是别人的好坏是非，而且里也钢筋、手筋、后勤不后勤，不能表述你家，就是一点点的表家了，表啊。 一到夏天，女伢子要比苏拉内的，男人们就在路灯下打扑克啊，要抓里里啊，不呢？的路灯下头，两米的奥马，不搞堂里家的小孩跑来跑去的追着玩儿，格里里啊来的，后边的边呢，不能身边来送你家的，老太太们则坐在一起啊，怀里嘎肉的嘟嘟弹比肉的，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，婚姻啊，把别的婚姻啊，把别的事不要的，聊天自家什么表示你家吧，哎的，村子里的那些女人，觉得看，哎，没得比你家不呢？显得没事干啊，你的爸妈老想不修不呢？阿龙龙爸妈老想不修不的，天天在一起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什么事到了他们嘴里就热闹了啊，就是没得没不呢？那年在一起啊，反正。 都你来，你来，没都是你表不咯？啊，反正东家长呢，西家短的，手表了，什么事别给啥么事？到了他们嘴里，都也不是太有要多的夸奖，都不是票要多的夸奖，喏嘞，就热闹了啊，就热闹了，所以哎，给啥不能多少个西家短的不咯？嗯，就是么短短尾巴。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A 是A，B是B，A和B没有关系或不一样，A那B那呀，不能爸妈把这三年我们媳妇嘞，没读你爸母说的对不对？ 赵林摆了摆手，那个眼卡比罗嘞，对我说：“真的，我表嘞，你也别劝我，你来俺屋瞧瞧嘛，你把那罗嘞，从今以后的你也啥比罗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都该都俺家俺辈里的，我没他这么个儿子，俺妈嘞都没有管，那都没有打么媳妇不？他也没我这个爸爸了，都嘛嘞，俺说嘞的，凭么西罗不嘞？都那俺家得是撇多爱不呢？” 他们的出生和家庭不一样，都也出生出生，所以的没怕啦呢，没打住呢，没住你屋嘞，没怕嘞，没打住也，都也没打住也，俺嘞没住你家吧屋嘞。他第一次来过我家之后，认为我们俩不合适，我嘞不是嘛，我总结不呢，啊，俺说哎，我拉比多来看嘛，都看咋嘞，俺说你要干么，顶着屋不呢，地位太悬殊，地位。 的，现在俺爷爷我挂车了呢。我说家是家，我是我，俺表来的不呢？哦，俺买的，俺家俺爸，确实，啊，这个呗，我并没有什么优越感，俺不呢，把你多你占你的，俺们把你打你的手臂肉的，俺们看咋样吧？不的。
看见杰夫递过来的钱，杰夫啊，把那递过来的背来的，不是我记笔录的，我忙说这种啊，表表的奶奶表来的，不能。杰夫，我姐姐已经给我500了，我姐姐跟俺哥，俺也背笔多笔的。杰夫笑着说：“杰夫啊，一笔了表来的，拿着吧，由他来吧的，他。”的是他的，杜一哈个杜一哈贝里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我一哈个我一哈贝，表姐拿杜贝拉杜贝拉贝里的，我贝拉我贝拉包的，有他吧的。好的，可以了，来习惯英语流利嘛，看他也他来没。